马前总统这一番想法跟我们有些不同。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主张三兵战略，一就是遏制，二遏制就是要加强国防军备，提升自我的能力，二就是对话，三个交流。尤其我对大陆的意图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我永远在整个两岸关系上，我一定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制度，反对一国两制，更重要要保有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，不会因为单方面中国有任何的想法，我对他们从来不做不切实际的想法。